对，他们今天弄东西完了以后，应该是有刷漆，或者是那个，哎，所以这个是 acetone 臭啊，就是它如果你在换气就还好，因为不能够用 benzene， 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苯了，以前还有人用苯，现在没有人用苯，不能用苯，用丙酮还 OK， 就闻得不舒服哈。我觉得很不舒服。当然了，因为你我头很不舒服啊。我说，因为你平常很少闻。那我在想，我没事的人都觉得不舒服，老妈子她还要在这搞。因为你的红血球 carry 可能比较差一点。哦。所以你说是妈妈应该 OK 吗？妈妈应该 OK。我主要就是要打开来换，那换几个钟头就 OK 了。因为我看到外面那个这个吧，他楼下我就闻到有丙酮的挥发性蛮高的，所以他只要开几个钟头就开始了。因为我们鼻子比较敏感，所以呢有一点点就闻到了，但是高浓度的话对身体非常不好。OK，这个浓度不算高，就是因为我们鼻子很嗅觉很敏锐。那你说这个不算高，是对我们健康的人吗？长期呼吸当然不好啊。所以不是我刚刚跟你讲说要打开，我刚刚看他都打开了嘛。我刚刚在楼下看，我看他打开。就是那个开口并不大。我叫、那个、要叫嘉宾来听，不要移动，不要移动，不可以移动。你要移动的话，你到新的地方，妈怎么照顾？他们怎么知道妈吃什么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只是暂时的。就是不要移动就对了，就是妈还是在这里就好了，不要移动。暂时去哪里？那我们至少可以跟他说，我们去里面那间，可以看有空房。就那个地方啊，封闭的空间好像不好，就是开那一间没有味道，哪一间没有味道？里面有一间没有味道，没有什么味道。